这是我的故事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建立我的梦想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可以有失误，但不能有借口，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尽力而为，坚持到最后，我就是我的第一对手。我每次拿起麦克风都比无可避，自自然然就好想出人头地，告诉自己用尽你的能力，好好享受过程，不该担心有什么成绩，但是放弃目标我也不甘心，没有任何解释，这是个人的原因，从来没有后悔选择走这条路，当然总要成长，不能执迷不悟，谁不想受到大家的欢迎，但也不想听到任何的批评，我都不例外，所以不停在反省，可是我永远不习惯安静，这是我的故事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建立我的梦想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可以有失误，但不能有借口，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尽力而为，坚持到最后，我就是我的第一对手。What can I say? It's like a different test every other day. Got my faith, I know I'll be okay. I'm the only one that's in my way. 我每次拿起篮球都是千方百计，无论状态还是实力，不停在升级，在一瞬间好像无可匹敌。还有时候觉得简直无能为力。家人的爱是我最大的祝福，鼓励我在球场上发挥我的艺术。神力子可以透过团队合作，队友的友谊。可赴汤蹈火，我的路程包括所有的高高低低，感受了失望，体验了奇迹，就算怎么受伤，今天还挺乐观，把悲剧完全扭转。这是我的故事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建立我的梦想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可以有失误，但不能有借口，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谁是我的对手，尽力而为，坚持到最后，我就是我的第一对手。Hey, what can I say? It's like a different test every other day. Got my faith, I know I'll be okay. I'm the only one that's in my way.